实这个困扰了我整十年。开始的时候我是以为失眠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症状，可能就压力大啊，或者是跟我们顾小孩子啊。其实开始的时候睡觉是一天可以睡到5个小时，很浅睡，有时孩子的哭声、老婆开门声我都能听到，隔壁邻居回家放工半夜的声音我都能听到。4个小时到最后的时候更严重，变成一天可以睡3个小时，每天做梦给噩梦吵醒，醒了过后听到老公的打呼声，连续这样下去，我的免疫系统也出现了问题，我的胃痛，我的胃痛导致到我就是痛到在地上打滚，而且痛到人家是喝温水，我是喝滚水烧水，慢慢喝来缓和自己的胃，痛到去背后的时候不能止痛，叫我的女儿妹过来一下帮忙捶一下背后缓和一下，有时痛到半夜不能睡，怕吵醒老公，自己都会爬到去楼下睡在沙发。所以去看医生，医生不用给我什么药，我也知道，我跟医生说我要这样的药就可以了，我吃了才能好。所以接下来更糟糕的就是严重到做了一个手术，把一个女人病就把最重要的东西割掉了。当我手术过后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 MI， 是由我一个朋友 Mr. Lee 介绍我的。他跟我说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健康，就要尝试去用。我就问他180日本金额吧，好像是很贵，我听了我都怕。他说不会，然后我说这样贵，他说你先试看，你拿回去用。开始我就开始自己在用，我用第3天，我的颈椎全部都改变了，都好了，都不会痛。我也是用睡眠没有什么改变到，但是有一个我很肯定的，我睡醒的时候我是很精神，不会好像不懂自己今天要做些什么。以前我是睡醒是赖着床不要下来的，因为很累，整晚好像没有睡，但是我睡了过后我可以自己alarm响，我自己可以起身，很精神的，很自律的做自己要做的东西。好，那再次掌声给我们Yvonne。那想问一下，其实呢，可以在整个你的就是在用 M Life 这医疗器材之前呢，其实你有尝试过什么方式去调理吗？有啊，针灸、按摩、拔罐。人家针灸、按摩、拔罐的话，回来是很好睡的。我是跟人家刀法，是更是一整晚是不能睡的，是痛到不能睡，是不能的。也有尝试自己去做运动，但是因为体质方面根本都不允许我去做运动，因为觉得整身都很累，所以就没有人生的目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就是用了有很大的改善进步，这样子你有什么话呢？想跟在场的每一位说呢？好，第一件事，我要谢谢我的大哥 Mr. Leo， 谢谢你介绍给我这个 M Life， 给我突破了健康。然后我用了一年过后，我也买了第二张，开始我跟你们说贵，我买了第二张，因为我的女儿我一直便秘，所以我女儿便秘也好了。其实到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才跟你们说，其实 MI 不贵，最贵的是病床。当我们失眠的时候，我们在痛苦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只有我们知道。我们的免疫力下降，也是我们知道，没有人可能帮到我们。所以真的有能力，我希望你们
可以把它带回去。谢谢。